在考虑要不要去吃饭。我正儿八经把美颜给你打开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瘦到畸形，好吧？他手机本来就会自带一点美颜，然后。吓不吓的？你就告诉我这个瘦脸开开吓不吓人？嗯，你就告诉我开美颜吓不吓人？是吧？你就告诉我吓不吓人就完事儿了。咱还是关掉吧，好吧，这你妈太吓人了。然后你们再看看脸变大的变化。这是什么啊？现在脸就变大了，现在脸就大了。我一个人吃好无趣哦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开了一点点，没有说全部关完，但是开了一点点。就是正常人，就是看着像张脸，嗯，我不太适合把瘦脸全部打开，就是我打开的话，就是畸形了，就不是个人儿。没有，我本人下巴本来就尖，就是我自己我脸圆，但是我下巴是不那个啥，就是不胖的。我脸是圆的，但是下巴是尖的。我脸圆，真的圆，但是下巴尖。没有卸妆，没有。选一支口红，看，我脸就贼大。电脑直播的时候美颜是打开了的呀，电脑直播不开美颜没法看，但是手机直播我开美颜的话就没法看，就会显得脸特别畸形。你捏我脸干嘛？对我脸有企图？等我换个衣服啊。你们看，看那边。哎，看不到我吧？
反锤子光反。会不会很丑？我手机会不会很丑啊？手机，我手机会不会很丑？我手机直播很丑的话，我就自个儿吃了。就不会带你们出了，我就下播。手机不吵，真的吗？我这是十一，我哪买得起十二呀？天哪，你太看得起我了。丑哭了我，天哪！丑不丑啊？哎呀，好丑啊！我总觉得，哎，总觉得好丑啊，丑。脸是不是很大？不是很大，我不戴美瞳，我是个瞎子。是不是吓着你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吓着你了。连夜鸡同跑，要不咱下了吧？我不敢播了，榜一大哥连夜跑路了。要不咱下了吧？不敢播了。榜一连夜跑路了，属实是我不配了。好看个屁！没事，继续播吧。真的吗？你不跑路吗？你不买飞机票跑路吗？我怕直播一场吃播丢了个榜一，那就划不走了。我情愿选择下播，好吧？看我的，我盖最近刚 get 的发光的岩石装怎么样？刚 get 的发光的岩石。继续播。好，他们喊我带他们去吃串串，正好我一个人，我也想吃串串，但是我一个人我就不想吃，然后正好你们陪着我，然后就不至于我一个人坐在摊位上跟个瓜娃子似的。带上榜一，榜一在上海，我在成都，大哥。榜一在上海，我在成都。哎呀，没得光了，更丑了，脸上没打光了。
要带榜二，榜二跟别人跑了，没有光了，更丑了。看，论光对女主播的重要性。论光对别人的重要性，对人的重要性。啊，空调没关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空调没关？关空调。关空调。嗯。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屏幕的光给加亮呢？看不见了，哎呀，天哪，我夜盲。哇，我看不见啊，我手机播看着确实挺小的。啊，对，成都好冷啊，特别特别冷，我的天哪！有没有发现我两边脸长得不一样？看我这边脸，我这边脸看着会比这边脸小一点，就是我平时直播露的都是这边，露的都是这边，然后看这边是不是要小一点？我在哪个区？我在七巷区。你快走吧，没人说你丑。你刚刚就说我丑啊！你说你要连夜跑路了。我本来就没开什么美颜，再关。关啥嘛？再关。总得留点秘密吧，不能什么都交给你们了。天哪！天哪，我每天起床简直就是困难户。好吧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你能不能不要再暴露我的地址了？弄死你！
唱。等一下，我操！你是狗吧你？你暴露我地址，狗东西，狗东西，你暴露我地址，狗东西。我脸本来就圆，不是的，不是那儿啊，好冷啊啊，我没穿裤儿，我穿的短裤。天哪！妈呀，好冷啊！我还穿的拖鞋儿。啊，对呀，我这样子出的门。我拿自拍杆的手都在发抖，啊，关个门，啊，好冷啊，我的天哪，啊，因为我厚衣服全收起来了，我的厚衣服全收起来了，然后我懒得找，然后我就成这样了。还有我的西装，还有我的腿，啊，还有我的拖鞋，我的袜子都懒得找。啊，好冷啊！不晓得还能吃饭不？阿姨还可以吃不？还可以吗？红锅。红锅微辣还是中辣？微辣。红锅微辣一个人吗？哎，一个。啊？一个。走哪儿啊？那走哪儿啊？这儿吗？那我就坐这儿嘛，免得占你个位置。不，吃不了特别辣。火锅串串，你在我后面。刷什么可以秒榜？你刷五个，你刷十个藏宝图就够了。啊，好冷！我操！啊，怎么这么冷？我一个人吃什么呀？给你们看菜吧。
居然有血。我不是特别爱特别特别爱吃肉的那种人，但有肉我也会吃，熬夜吃青菜，我吃的红锅，你让我吃青菜你可能要辣死我。我要吃这个，这个爆好吃，这个爆好吃。哎呀，还有我的粉条。红锅淋在腿上，你认真的吗？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哎呀，娘娘，娘娘，我要吐的哦。好，要我给你拿吧。好。娘娘，娘娘，大娘大娘，你当我婆娘不当？对啊，娘娘，四川这边，就是阿姨没有土豆了，给我拿点土豆。你们听不明白吗？娘娘，对，娘娘。哎，娘娘买牛肉了。娘娘，好，买的青菜牛肉了。三七的牛肉。你们还有穿好的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吃别的。啊，就吃别的嘛。那好吗？那好吗？要买香菜牛肉嘛？对啊，香菜牛肉不对了。香菜牛肉有吗？没有。我看芹菜牛肉，看有没有。没有关系，我就不要了嘛。啊，没有，有的话我给你穿一点。别的牛肉吧，没关系，我吃别的。懒得麻烦你了，我吃的又少。我吃笋子牛肉，真香。哎，土豆，多辣就是土豆。好像牛肉太辣了。拿来。洋芋片片，海带呀，海带呀，海带，没有海带了吗？有，在哪里？这个吗？对。拿两串吧。这不是我的盆儿，我的盆儿在这儿。你说就这些我吃得完吗？我应该吃得完吧。我还想吃这个。你们说我手胖的，你们看一下我的手哪里胖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手是最没有肉的一个地方。你们居然说我的手胖，我的天哪。看看。我手真的，我的手的骨架是特别特别小。可是我吃不完一盆儿啊，我一个人。没关系，先拿了再说。哎，算了吧。我怕我煮不好它。这还不胖，这哪里胖？身高不到一米五五，大哥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的身高只有1.2米。筷子啊，也在那。在我拿瓶豆奶。你在烫啥？我可以要热的不？好冷哦。冷吗？你看我光腿儿。你这个，跟你说，吃川菜就要吃那个常温的，要不热的，待会儿你吃了又烫。能常温的吗？建议你吃常温的。阿姨懒得给我烫。阿姨懒得给我烫。脖子都不戳穿它，不戳穿它，算了。
么好的一个人儿，怎么会戳穿娘娘的谎言？你不信我光腿，我刚刚都给他们看了。我觉得够了，再拿我吃不完了。瓜娃子。你猜他们是兄妹还是情侣？看不清，放大放大放大。你认真的吗？又是你同学了，我信了你的邪。不晓得，不晓得，我馋啥呀？虽然我没有，但是我有你们呀。有个屁用！等会儿还得回去穿衣服，回家吧。我衣服怎么就这样啊？怎么就是这样啊？这样啊？这样啊？打了马赛克的摄像头是因为开的流畅，流畅。对啊，我就要冻死了呀！然后光腿，还有我的拖鞋儿，好冷啊！真的好冷啊！打火机掉了，是鞋，我把鞋摔下去了。我在你们眼里面，我有过形象吗？哇，谢谢宝贝的十个小星星。啊，对，好冷啊，我的天哪，好冷啊。
妈耶！哎，我怎么把项链带出来了？天哪！我把拼多多9.99买的，拼多多9.99一条的项链，我把它带出来了。算了，带着就带着吧，真的是9.98，没有开玩笑啊，真的是9.98。就一个呀。抽了，为什么要抽？走啦，出去啦。应该够我吃了。对不起，哎，吵着你了。我道歉，对不起。哇，谢谢宝贝的小心心啊。有广告费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贵了，其实还有8.9。为什么现在只有四个人上的女票？你有胡子？我的脸上有毛毛，小绒毛。你上上镜看看你长得好不好看，你就知道了，好吧？什么妖魔鬼怪呀你？给你能的。干杯！哎，榜一大大，你不是喝酒吗？干杯，快！家里面开一瓶啤酒来，咱俩干一个。你干了，我随意。我得继续睡一觉了，你要回去播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只有四川才有，这个只有四川这个地方才有。你们喝过没有？你们喝过没有？你们也有啊。唯一娘娘，哎，筷子只有一根儿。把火给你调小一点啊。嗯，好。放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学我说话？你们为什么要学我说话？就问你们，我不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哎呀，看看。这一碗蘸蘸，真的。你们做个人啊，我吃的就不能了，然后再给你们捞点食物。天哪！看看。天哪，你看这油色香味俱全，对我来说这是晚饭。嗯，哎呀，我弄寒了。油都不来了。
皮儿给你们打断不来。开了美颜的呀，开了美颜的呀，肯定会有美颜。不开美颜，苹果的前置摄像头比照镜子还丑。其实我关了也差不多。给你们看看我的串串，天哪！哇，哇，没吃饭吧？没吃饭吧？那些才喝了酒，那些才喝了酒，才吃了饭，哦，才喝了酒的，那些大清早才起来的。看看，看看，哎呀，天哪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再给你们站两下，哎呀！哇，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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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香不香？别吧，别吧！哇，再看一看，天哪！好久，好久没吃了，真的。大姨大大别呀、啊！我们说好的就是来吃东西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非要鼓捣我播的，我都说要不咱不吃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看看，天哪，这肉肉！哇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烫的，真的软糯胶原蛋白。天哪！别呀、啊，有劲响，有劲响，右手来快。兄弟们，走一个！兄弟们呀，有机会来四川，我请你们吃啊、嗯！别急眼儿。有机会来四川，请你们吃。哎呀，我可大方了，真的。每天上个月19号，不是吧？哇，你看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过了，真的。天哪！嗯，确定啊？每天找你加两天。没有，明天休息啊！明天休息，明天休息。我都请你们吃饭了，你们还这样子对我，你们的良心呢？对吧？我请你们吃这一顿，你们自己吃不着，对吧？你家人想吃。你们吃芹菜吗？你们吃芹菜吗？还有笋子。
我给你们瞧一眼啊。你定啊，你定啊，真的请你们吃啊。但是首先，你来的时候记得把你的全身家当带好。嗯，如果你要是没有带上你的全身家当，我都懒得打劫你，好吧？你们看，再看看这个碗碗里头，哦，这是笋子牛肉，这是香菜牛肉，这是鸡皮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这一碗。啊，真的很香，来张嘴啊，张嘴啊，嘿，你吃不着。不晓得，一口肉，一口菜，下去，满满的幸福感。哇！哦、哎，我说下班我就不直播了，对吧？我说我回去。买个包子馒头吃了就算了，对吧？结果吧，你们说你不选，你给我播，你我们陪你一起吃，然后结果吧，吃了之后你们又这样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是你们鼓捣我播的。烟酒哥，我跟你讲，是他们鼓捣我播的，特别是这个叫心动的跳得最过分，然后现在也是他闹得最过分。我们讲点道理呗，是你们强迫我播的，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然后现在又在说我不当人。天哪，我吃的时候是不是说你们如果要陪我吃的话，我好久没有吃过火锅串串，我说带你们吃串串的，讲点道理啊。天哪，不行，我忍不住要跟你们炫耀。跟你讲，他们家这个豆皮超级超级好吃，真的。哇，真的绝了。我吃不了特别辣。你们在上面起哄的，加班加起来的，良心不会痛吗？四川成都，但是具体位置等你们到成都了我再给你们讲，你们都不在成都，我给你们讲讲个屁呀、啊、你在成都吗？这位大兄弟，你在成都吗？哎呦，我的土都化了。哎呦，
这是青羊区啊，我在青羊区，我在青羊区，不要再暴露我地址啦。哇，这土豆，哎呀，真的，有喜欢吃直播间有喜欢吃土豆的大哥吗？看看。在青羊区，你具体点儿。我在这儿，我在青羊区这儿，这个对面，看到没？巷子那边，嗯，宽窄巷子。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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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烟酒哥，报复一下。我本人又长得不丑，我一点都不害怕你们射死，就怕你们射死，不敢上来给我打招呼。嗯，就怕你们社死不敢上来给我打招呼。我本人比直播好看，嗯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是191号呢？一个什么律师事务所旁边？你为什么对于青阳这边的格局这么清楚啊？哎，我地址暴露了。地址暴露了，主播慌了，主播不慌，就是金色夏威夷。嗯，还没吃完，对。就是金色夏威夷。我疯了呀。看来等会儿我回家，我得关播回家了，不然你们连我家门牌号都知道了。
哎呀，我有点慌啊，你们怎么都知道呀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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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暴露了。哎，我的土豆，我的土豆煮坏了，这土豆。哎，哎，等会儿重新再煮吧。你在马来西亚呢？你们真的要过来吗？你们要过来吗？要过来跟我一起吃吗？你们认真的吗？快来吧！完了，我要瘦死了，我居然好low。我真的不怕的，不是你们要来的话，你们真的来，我真的不怕的。没有，没跟你们开玩笑，你们要来，真的来。我不害怕呀，我怕啥呀？来了，你们只会夸我好看，啊，比直播好看，啊。因为我已经被夸过了，你们要来成都最好，我真不慌，没有，说实话，我真不慌。我慌的话，我就不会从公司，我就不会从公司直接开直播带着你们走过来了。可以啊，请你吃饭。可以啊。爹爹，我想看魔法书，爹爹。我知道你号里面还剩点豆子。对啊，有剩的，但是我不敢带你们回家，带你们回家你们就能知道我的地址了。你们沿路，你们辨认路真的太强了，天哪！我慌是因为我怕我开着直播回家，你们连我家在哪儿都知道了。记得住吗？你们记不住啊，对吧？我的屏幕最先投出来的是我公司的地址，因为我都在公司吃外卖，然后其次我才把公司的地址改到我家的。好吧，你们看到的应该是公司的地址。
我只是公司的地方下来吃饭呀，天哪。不是，我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。赤尖尖尖，对，我冷得要死，真的。对，赤尖好吃。我们说嘛，所有人都没得啥子这个。你们觉得电脑的我好看还是手机的我好看呀？那边的蘸蘸，就最常平常的吃法就是香油、蒜，香菜、葱花，香油，越看越不好看。我那个叫烟99999的米，现在立刻马上把你家地址发过来。你看我今天嫩不嫩你好吧，发过来我就给你订情趣内衣、小玩具，还有啥，还有什么，这叫发光的岩石，你懂个屁。我最近才 get 的妆容好吧，发光的岩石。不寄刀片，寄刀片寄不了吧？我给他寄情趣内衣、情趣内裤、情趣睡衣，然后，再买好多好多小玩具，嫩死他！我跟你讲，全他的呀，反正晚上受不了的是他自己呀。我跟你说。就是得把它给干虚了。把它给弄虚了，我跟你讲。美女你几岁了？18岁。我想去迪士尼玩。迪士尼。迪士尼。没去过哎，我长这么大没有去过。原来应有尽有啊！我的天哪！哇，我的天哪！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榜爷。啊，欢乐谷是玩吐了，我不想去欢乐谷了。成都这边的欢乐谷，天哪！我哎呀，哈哈。玩到只我不敢蹦极，其他我都玩了。然后我现在就想去迪士尼，当然如果有个男朋友陪着我一起去那就更好，就不像我现在这样吃个饭都得自己一个人，因为不想一个人所以才把直播给打开。天哪，你说真要是有人跟我们谈恋爱的话那得多辛苦啊，岂不是得对他好一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天都在上班，根本就没有时间见他。根本就没有时间和他玩，然后他还愿意和我在一起，这种好人起码真的要把他供起来。但是应该没有这种男的。啊，我不是狮子座。
男朋友头上全是网络绿帽。啊，我的生活就是这么无趣，每天，嗯，我下班，我下播了，就从你们刚刚看的那个地方走下来，然后再回家，然后回家的路上买了早餐吃了，然后回去就开始铲屎、卸妆、铲尿啥的，然后猫屎猫尿，然后喂猫粮，然后弄完了过后就躺在床上开始睡觉，刷会儿手机睡觉，睡觉过后，睡了过后，睁眼，然后起床、洗脸、洗头、洗澡、化妆，然后出门，外卖在公司吃，然后出门了过后就开始吃完饭就上班啊，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，我连个人都见不到，我连个人都见不到。然后刚我从公司里面出来，每天公司都只有我一个人，基本上每天都是我一个人来一个人走，那啥公司，直播公司啊，我哪有钱开公司啊，天哪，娘娘，再给我拿点土豆嘛，别人那儿肯定不是我这儿，你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爷了，你们公司还没破产，还没有，目前还没有宣告破产，他宣告破产的时候我就准备换工作了，太多了，这一半啊，那一半吧，啊，你放进去，好，妈我给你带一下，好，阿姨太看得起我了，我们打一把，我想你肯定饿了吧，阿姨要忙，每天吃饭上班吃饭上班，就是我的私生活。哇，谢谢小哥哥送的血瓶啊，谢谢。旅游不会选择节假日，好吧，我跟他不熟，他不播了嘛，我跟他不熟，没说过几句话，不熟，嗯，我跟他不熟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手机播的没有网络，对，我们一个公司播的，玩就玩嘛呀，我开了100级美颜，满意了不？你别告诉我你给他点过外卖啊，你给他点过外卖吗？哦，我的天哪，为什么没有人给我点外卖呢？不止一次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榜一给你点，你问问他会不会给我点吗？我不好意思问。
地址拿来我点外卖，点死你。那不行，我知道你是真的会点麻辣烫吗？几块钱的呀，请我吃几块钱的麻辣烫啊？扫码呀。6块钱不够，我喜欢吃8，我喜欢8块钱的，6块钱太便宜了，我要8块，9块钱太多了，8次就好了，不要多的。我把地址给你们，那我可能就吃不完的外卖了。不吃也给我点，你必须得给我吃完，就已经不是玩加时了，玩外卖了。再给我拿瓶豆来。常温的吗？常温的。是吧？跟你说，这个串串就吃常温的最合适。要不你吃热了之后，他给他。现在我想问你们一句话。又跟我把荤瓜削了哈。好。作为男人，你们能不能那么牙尖啊？你们晓得牙尖是啥子不？每个人都要来牙尖一下我的筷子。每个人都要牙尖我的筷子。我跟你们说了，开的又没盐，开的不多。我刚刚把美颜全部给你们打开，你们看到我的脸已经畸形了吧？我只是把它关小了。你们真的好牙尖啊，比女孩子还牙尖，天哪！以后你们能不能咋的出钱啊？我想问哈。你们怎么嫁得出去啊？点两碗大米饭啊！我吃米饭吃不了，吃不了多少米饭的。还给你开个包间儿，人家你说做多牙尖是吧？还给我开我的专场是吧？咋这么狗呢？没有注意形象啊，没有注意，我只是不想给人家吐在地上，就用手接着丢那个垃圾桶里面。你不是没有人民币吗，星空？欢迎榜一大大。看见我给你发的了吗？等会儿啊。我操！看见了，怎么了？你要给我寄快递啊，那多不好啊！我喜欢香奈儿的包，喜欢迪奥的包，我喜欢香奈儿的包，还喜欢 LV 的包，还喜欢爱马仕，挺不错的啊，我喜欢，谢谢，
谢谢谢谢榜一大大。啊，顾那个古那个顾及那个那个古驰太那个太便宜了，我不喜欢，而且样式不好看啊，不喜欢不喜欢。巴黎世家也不喜欢，我就喜欢香奈儿、爱马仕、LV。榜一大大，你是要给我寄包吗？包治百病是吧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兄弟们，提前谢谢榜一大大的包包。不要香奈儿的包。哎呀，欢迎糖糖。嗯，榜一大大，你是要给我寄包包吗？谢谢啊。发现我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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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呀哎呀哎呀，给我烫的。我家，你干嘛要知道我家在哪儿？要入赘吗？你要入赘吗？生孩子是你，养孩子是你，嗯，洗衣做饭是你，出去工作也是你，嗯，我就负责做我这个人生中最大的美梦，吃喝拉撒睡。嗯，做好了。吃串串，没吃火锅。榜一大大不说话了，榜一大大你在吗？哦，我们这边很冷，我光着腿，我走路在发抖，没吃饭之前，不知道，100多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具体让阿姨算呗。宝芝是啥呀？这对于我来说相当于晚饭，你懂吗？就对你们来说可能是早饭，对于我来说就是晚饭。然后我是很久没吃了，那是因为离脸太近了。你们非得逼我关美颜是吧？非得把逼我把美颜也给关了是吧？狗东西。我真的可烦你们了，你们真的好雅间哦。
我又关了，我又关了。完了，这脸越来越大了。完了，你脸越来越大了。有区别，有区别，有区别。美女，麻烦你一下，你还要加菜不？啊，我加了，你先帮我算钱吧，啊、我把钱先给了。哎，对，你慢慢吃你的啊。反正我们这里有人，反正我们三百人，我好下班，有人在这里啊。好。你没发现脸更大了吗？脸是真变大了，真的有区别，也就大了一圈。我的脸更大了，我就知道你们又要说我还是把美颜打开吧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全部关完吗？就是因为你们会说我脸大，啊，鼻孔对你们，我为什么要全给你们关了？我为什么要全给你们关了？你们是狗吧？你们看碗就已经知道我没，我基本上等于关了，大哥，我就开了30%，天哪，我就开了30%，你们做个人吧。美女86，嗯，你是微信吗？嗯，那你再会儿这里不好弄的，好，你拿过来我扫嘛。好扫吗？这儿，我马上啊，嗯，然后我把这根粉吃了可以吗？嗯，好的，没事。为什么榜一要给我爸妈买东西啊？等我给个钱啊。86是吗？嗯。对，这是串串。又不要你养我，真的是我又不嫁给你。你等什么时候你想要娶我，我愿意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再来说。养不养得起这件事情，好吧？嚼嚼糖，你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吧？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弄死你！我觉得还得再开美颜，
我看美颜真的脸好大呀。我们看一点点好吧。哎，瘦脸在哪啊？别看看了跟个鬼一样。啊，我卧蚕确实是天生的。你们又我不看，你们要说，你们要说我大脸。那不是眼屎，那是化的妆。我刚刚就是关了呀，我刚刚就是关了呀，然后你们说大脸，然后我又开了一点，我又开回来了。我刚打开你们要说碗都变形了，我刚关了你们要说啊，快看大脸大脸，哇，两个大饼脸，你们是不是虎？你们到底要我开还是不开嘛？我开你们要说我，不开你们要说我，咋这么烦呢？你们好雅静哦，真的太雅静了啊。土豆土豆啊，我又把我的土豆给忘记了，完了，我土豆又化了，又化了。又出来了，又哎呀粘不起来了，天哪。你们烦不烦嘛？想对你们说一句，你们真的好雅间哦。脸变形了是因为我开了点美颜呀，烦不烦嘛？哎呀，我的兔都找不到了，完了一口都吃不到了，完了，我的土豆呢？煮化了，化了。你们现在又要我关了，好，我关了，你们谁再说我大脸我就直接打开啊。你们看不出来区别，我看得出来区别，好吧？
我真的，我咋子你们都要说？我咋那么烂哦？关路啊，你们还要做啥子嘛，你们真的好押金哦。现在又不说碗变形了，现在又不说筷子变形了，现在说的是脸好大哦。脸又大了，没有你们是要气死我呀？你个麻瓜，你个汉堡，你个瓜娃子。你才是。你看嘛，现在要说戴美瞳了，大哥我近视，我不戴隐形眼镜我看不到。现在有背景在跳舞了，你看我背景哪儿在跳舞嘛？跳跳跳锤子。狗东西，忍你好久啊。等他跳嘛呀，你烦得很。看不出来在斗气，他不耍嗦，还不明白吗？在逗他们玩儿。在串串店吃串串。对面的小情侣好能吃哦，他们吃到现在了，好
来的时候他们就没吃了，现在还在吃。我才来，我才坐下。大班几个人？穿个外套大，外套比较大。外套比较大，然后这儿有个垫肩，我的肩膀在这儿，它垫肩在这儿，我撑不起来。我们这边特别冷，我得把长裤子找出来了。绑一套套回家。我是没钱了呀，爪子嘛，有一件少。爪子嘛，我不会觉得冷少。榜一我觉得应该给主播买一辆保时捷488，我也觉得应该给主播买一辆。圣诞送礼一样吧。我想要哎，这个比包包划算啊！我喜欢911，我喜欢911。啊，我不配！我不配，我可不可以做梦？我就问你。先不说配不配的问题，我就问你，我可不可以在梦里面梦见你给我送了一辆保时捷911？我能不能配做梦？可以的，做梦是配的吧？成都现在16度，我不知道多少度，反正就特别冷，我感觉我的膝盖都冷乎了。我老寒腿儿，我得老寒腿儿，冷不老。哎呀，这样子脸好大呀！妈呀，放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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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配坐在保时捷车头当小金人儿。
吃不下了，但是我又不想浪费，我吃不了了，但是我又不想浪费，我就在这儿慢慢嗦，我就在这儿慢慢吃，搁这儿。现在几点了呀？我看不见现在时间，我看不见时间。8:10，不早了呀？你们要看我卸妆吗？算了，你们不配。在线给你们卸妆吗？想要看我在线给你们卸妆吗？想要看的朋友扣一。扣一，好的，你们都不想看，怎么啦？文明发言，什么东西啊？肥肠粉，18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18是啥意思啊？红汤18吗？那不是吃的吗？嗯，海底捞的18好吃，还有我们的这儿的一家烤鱼店的18也好吃，嗯，又脆。又剁，烟酒喜欢糍粑呀。烟酒哥，你喜欢吃糍粑呀？你可以考虑把地址给我，我们这边的糍粑很多，可以寄给你，现打的也有。我们这边是蘸红糖或者那个，就是那个面那个粉是什么？就那个粉末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买一点寄给你，挺好吃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傻？我怎么了？我好心给你送糍粑，你说我傻？我又不该给你送。我挺喜欢吃糍粑的呀，我喜欢吃糯米做的东西。
对不起，是我打扰了。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，对不起，我长见识了，好吧，我长见识了，对不起，我长见识了。请问糍粑是什么意思啊？沙拉粉。说糍粑是大粗的两个字反过来读粗大，糯米煮熟后捣成浆糊就是糍粑。等会儿下播了，我去百度一下。哼，我就不信有我弄不懂的东西，我都从你们嘴巴里面学了这么多，对，这么多词儿了，我就不信我还弄不懂一个小小词吧。狗东西还讲暗语。年糕是什么做的？糯米啊。好，我们现在不说词吧。对啊，因为主播没钱了，所以。因为主播没有钱了，所以就只能洗盘子。你是不是火？你张嘴不会说话吗？啊，你以为这句话我看不懂吗？这句话我可看懂了。你好是火，你是个狗吧你？叫发光的岩石，好不好？这是化的妆，这叫会发光的岩石，大哥，还不明白吗？主播咋的有点绿茶，我励志就当你夸我了，好吧，我励志做一个绿茶，我真想做一个绿茶。绿茶不好吗？有人疼，有人心疼，有人宠，有人捧在手心。钢铁直女有啥意思啊？说话直，对吧？说话直，嗯，又猜不透人家的心思，跟个虎逼似的。你管他有没有呢，反正现在在我脸上也不在你脸上。
我确实胀不下去了，我得走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喜欢这双眼睛，你喜欢我发光的眼屎呀？大哥，这是碗吗？如果你的眼里那是碗的话，是我打扰了。我的肩带掉了。我吃进去了。你喜欢我的眼睛啊？那是锅。是碗，大哥，那是碗。是吧？觉得我眼睛可好看了吧？我还特别喜欢我的鼻子。嗯。看。嗯。我的鼻子不能算特别高，但是它绝对不塌，好吧？但是它绝对不塌。除了眼睛一无是处，我，你觉得我脸哪儿整过吗？你觉得我脸哪儿是整过的吗？天哪，整成我这样整容失败了吧？天哪！双眼皮是我自己的，没有疤痕。鼻子是我自己的，搓软，不带疼。脸大是天生的，想做不敢做。你是因为我这双眼睛才来看我的吗？然呢？我难道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吗？狗东西。不姓刘，主播不姓刘，你认错人了。要不咱补个妆？哎，算了，我去叫谢总来补锤子。擦个口红，还好包子包包里面还有一个口红。吃不下去了，实在长不下了。不吃了。咋不上色儿呢？没涂好啊。我吃了这么久啊。
没走。没走。还搁那呢。男的你要口红色号来干嘛呀，你好似虎逼呀。58号色。回家了谁跟你逛呀，我没有这个闲心带你逛街压马路。我可以开美颜了吧，你们非得强迫人家把美颜给关了，我现在给打开。开一点，开一点啊！让我看一眼，我有没有东西忘记了。看我这个鼻子，好不好看？看我的眼睛。好不好看？嘴巴也好看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走吧。哇，好晃眼睛。给你兄弟打了这么久的电话，你还在店里？对啊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噔噔噔噔，这么好看怎么办？回家。这是化的妆呀！你们真的好雅间哦，太雅间了，天哪！啊，绿了绿了，赶紧走。啊，我刚刚不在这边吃饭，我就不会暴露地址，我应该去吃 KFC 的或者麦当劳，这样你们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了，是吧？在哪儿？不告诉你。等会儿回家的时候，我就把摄像头关一会儿，这样你们就猜不透我在哪个小区，是吧？哎，嗯，是这样的。而且你们现在也根本就不知道我往哪边走，对吧？是的，嗯。在。在骗自己吗？没有啊。我把你们躲起来。让你们看我的胸，在拐弯的时候，在换下个路口的时候，就把你们揣着，就把你们揣起来。
你们就不知道我拐没拐弯了，走着走着就跟你来一下。嘿，有吗？你们看见了吗？什么东西？我有，好不好？哎，一二号围挡那个啥？我36D。躲起来，行。OK， 不能让你们看到我怎么走的，藏起来，藏起来，把你们藏起来。一看那标志性建筑物就把你们藏起来，藏起来。哎，不给你们看，你们就人肉不到我。哎，我可聪明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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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后面鬼都没有一个，啊，好冷啊！妈呀，你看看人家长衣长裤，我却穿着短裤，真的好冷啊！我冷，啊，好冷啊！你看别人毛衣了，都毛衣了。对，特别冷。啊，哎呀，藏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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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儿也要藏起来。好，这样你们就绝对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了。绝对不知道我住哪儿了。啊，好冷啊！天哪，我们家这个小区真的，你住我隔壁，推。给你们看一眼。我们家猫，回家给你看我们家那几爷子，然后我觉得我就可以溜了。不可能，好吧，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走的，兄弟。
是不是风很大？这大街上的风都很大呀。咱们马上到家。我以为你住的别墅，大哥，我有这么有钱吗？对着地上给你们看，这是我们家年年，这是福贵儿，这是小，这是胖子，这是猫妈妈，看，年年，福贵儿。胖子，福贵儿，年年，四月，人家不叫小宝哎。嗯，你看，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，雪上加霜。在门口让我进去，我每天回家他们就把我围着，他们就把我围着围着，把我围成圈圈。哎呀，现在睡前再喂，现在不想喂。福贵儿，这是胖子，这是福贵儿，把福贵儿刷给你们看。福贵儿是开的脸开的最好的一只猫。福贵儿，福贵儿，福贵儿，胖子，你看。胖子，那后面那只是胖子，他好像嫌弃你，人家没有嫌弃我啊。哎，走了。到家了，为什么还要换像素？哎，我的东西呢？有点曝光感。哎，对，特别掉毛，我这衣服全都是毛，感觉脸好大，又来。再说我脸大，我禁言你。哎，我的口袋呢？嗯，在那个上面。
别抓我。我们可以卸妆了，现在不卸，我等会儿有点墨迹。脸大又不用你娶我，对不对？关你屁事。卸妆好，卸妆不好。我为什么要当你的？我为什么要当着你们面卸妆呀？我的天哪！我好是虎，完了，我们卸一只眼睛我就下了吧。对，我的黑眼，我每天从晚上熬到早上，能不重吗？我黑眼圈跟打了眼影似的，我跟你讲，嗯。嗯，你看，这边卸了，这边还没卸。你觉得哪边好看？你觉得哪边好看？有变化，这只眼睛要大一点，这只眼睛要小一点。有变化。我觉得我画的挺好看的呀，你看现在大小眼就很明显啊，很明显这只要大，大好多。嗯，还好我不长痘痘。画的那是，嗯，会儿就下播了。我脸上本来就没痘，不是美颜，有美瞳啊，有美瞳，我不戴美瞳，我就是个瞎子。嗯，哭啊哭啊的，哭啊哭，啊，我皮肤还可以，嗯，确实，我不长痘。但是我偶尔会长闭口。写完了，写完了，怎么样？丑不丑？
上了呀，我擦了呀，我擦了呀，等会儿卸妆，等会儿那个，等我主要是卸眼妆，然后等会儿，然后那个粉底我也擦掉了，等会儿再用那个卸妆油再卸一下，就彻底干净了。嗯，像现在我口红擦不掉。嗯。可以溜了吧？溜啦！这就是全素啊，我又没化妆，我卸完了呀。开蓝光。我开蓝光会卡。卡不卡吗？你换蓝光，快点，我熬不住了，我要睡觉去了。好了，我的素颜你们也看到了，你们是不是得对我负责？你们是不是得对我负责？你们是不是得对我负责？那就嫁给我吧。我真熬不住了，我睡觉去了。谢谢你们陪我吃饭，感谢感谢你们陪我吃饭。牛郎。我家哪有人啊？你以后每天都播户外吧？为啥呀？为啥每天要播户外呀？我疯了吗？每天播户外？我每天晚上播到早上，下了班还要播户外，我是脑壳秀逗了。嗯，拜拜，晚安，今天晚上10点不见不散哦。这是沙发，大哥，这是沙发。拜拜。